吓死我了，你有病啊，你今天不是休班吗？你来办公室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找我来谈心呢？表白了？没机会了？被我猜中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都表白了，人家还屁颠颠跟男朋友一块出去玩，说明你没戏呗。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跟出去玩？朋友圈了，你没看啊？没有啊。那你看，我这为什么没有？可能一不小心给你屏蔽了呢。你，嘉欣，你一会儿一定要注意拉伸大腿肌肉，不然会受伤的。哦，还有，在报时区活动的时候，千万注意容易坠落出垫子的问题，千万不能有缝隙。嘉欣，啊，你听到我说什么吗？嗯，小野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走神了。我昨天晚上没睡好。怎么，担心我所以失眠了？放心，教练就骂我一顿，没事。嗯，没事就好。对，好了，走，攀岩去。嘉欣，这么巧。又来了，你也在这拍照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怎么，这攀岩馆你开的呀？就只准你来？这么说，你还是个攀岩爱好者呗？是啊，哦，这是来踢馆的吧？那你敢跟我比一场吗？来吧，比啊！别怂啊！怂啊！哎，年轻人，哎，就是太年轻。哎呦，什么叫敢不敢呀？老年人就是废话多呀，请吗？别比了，再加个二个了吧。不行。别。来吧。回家也加油。小野加油。师傅。别别。嫂子。嫂子。行吧。这男人要是要较劲，谁都拦不住。就是没事儿，小野专业的好手，放心。别担心。可是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是啥呢？这是。小野教教他怎么玩。别说了，预备，开始。浩子，对，一个是你男朋友，一个是你师傅，你打算给谁加油啊？当然是男朋友了。咋的？不是，小野赢了，小野赢了，好，小野赢了，好，小野赢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你的腰？哎呦，呵呵，别死撑了，年纪这么大，再加养花，喝喝茶得了。这年轻人的运动，您消停消停吧。谁说我腰扭伤了？医院有事，我先回去。对对对，赶紧上医院看看，别耽误了治疗。别说了，赶紧回医院看看，落下病根就不好了。拜拜。师傅，你慢点。拜拜，大叔。你别说了。嘉欣，走，
我们接着玩去。怎么了？啊！你干什么呢你？啊！你过来扶我，快快快！求人还是猫叫？怎么了？躺在沙发那。哎呦，什么怪腔这是？啊！你趴趴趴好了，我给你上沙发上，我给你看看。我往下趴。这这我趴不下去，我腰疼。哦，别别别，痛痛痛！哦哦，哎，你是不是人了你啊？腰没事，就是软组织扭伤，怎么弄呢？我不想说。怎么弄的？撒手撒手撒手撒了！哦，不说是不是？不说，疼死你！啊啊！严哥，师傅回医院了没有？哎呀，小星星给我发微信了，你猜他说什么？试试。先告诉我怎么受的伤。我跟那个臭小子比了一个攀岩。大哥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，你还跟小朋友置气？再说你比点有技术含量的呀。有技术含量的，行呀，进手术室呀，拿手术刀呀，有技术含量才行嘛，他能跟我比吗？他啊。是，他是不能跟你比，但小星星也不稀罕你这门手艺。小星星说：“严哥，师傅回医院了没有？”你说我该怎么回他？此刻我的腰真的非常的痛，你该怎么说怎么说。怎么样？哦。哎呀，那个小星星，那个你师傅回来了。哦哦哦，腰伤的不轻啊，你要不要来看一眼？好啊，行了，别演了，请我吃饭啊。呀，回来。哦，行，你让他好好休息。周一上班我再去看他。发霉了。哎呀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咱走着瞧。啊，走着瞧。我去给你拿药去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腰，哎呀，我得扶扶。哎呀，扶扶扶扶。哎呀呀呀。哎呀呀呀呀！师傅，你腰还好吗？哎呀，凉凉凉凉凉！等师傅，您这老腰啊，再不好好管管，可就真废了。知道了。我膏药给你放这儿了，明天记得贴啊。嗯。好，站起来。哎，啊！喂，小野，我在医院有点事儿。行，你先吃，一会儿见。不要吃。还算数吗？喜欢我这件事情还算数吗？
师傅，我有事先走了。佳欣，佳欣，我给你时间，你考虑清楚。佳欣。我。